要不你请我吃晚饭吧，给你补习了这么久，袁老师也饿了。对了，川，我可能去不了海底大了。什么？我想搞华清。你当真的？以前我觉得去哪儿都无所谓，只要咱们哥几个在一块跑就行。但这一次，我想试试我可以跑到哪儿。行，你不去海底捞也没关系，看你吧。别这样刷，我当然没有忘记咱们的约定，咱们可以一起考啊，咱们就朝着那最远的目标一起努力。是了，你要是能去华清，是我们孙勇体队所有人的骄傲，我也会为你骄傲的。川，你也可以考啊，你的文化成绩是我们四个之间最好的那个。去了，为什么不去啊？你的专业拿出去比也不怕呀。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去海底大了。祝你成功。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就你一个人啊？对啊。没事，班长，咱先开始吧。今天能先不做数学吗？可以啊，那我们先从语文开始吧。咱们你们男生有没有闹别扭啊？我们没闹别扭。没有，没有你这么一个人。我还以为你们体育生想的比较开呢，没想到和我们也没什么区别吧。要不你请我吃晚饭吧，给你补习了这么久，袁老师也饿了。多希望时间永远停止在这里，深陷在沉默。